Hello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家。我们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来的，然后四月就入住了。那能够那么快的原因是，因为大部分的家具呢都是从我们之前旧家搬过来的，都是现成的，那或者是从 IKEA 买的。因为我们没有请那个设计师来做室内的设计的装潢，那大部分都是自己组装，然后设计自己想要摆的位置，所以就时间上就可以缩短很多。一进来是鞋柜的区，走廊的这边呢，这边是放了挂钩，可以挂一些袋子。因为我们的厨房比较小啊，所以就是把那个一些电器放在走廊的一进来这边的电器柜，然后上面就放了一些瓶瓶罐罐的摆饰，啊，中间这边就是放一些饮料啊、茶包那些的，然后再来就是音乐区，黑胶以及从日本扛回来的 Marshall 音响。那因为就是我们出国都会买一些小物，比如说瓷砖啊、磁铁啊，所以我们目前是以定架子，然后把它摆放在上面的方式，就是都是定架子来放这些旅行买的一些小东西。客厅的部分，那左边这边是就是3+1房的多了一个的空间，那目前就是小孩的玩具区。那玩具区的部分呢，其实大部分的东西也都是来自 IKEA， 包括就是这一个黑板白板让小朋友可以画画，还有这边的铁柜放小朋友的书啊、文具那些的，还有你看到的前面的抽屉柜，以及左边的小厨房都是 IKEA 的。那在墙上我们就是有自己订了架子，然后上面就是摆我们的拼图，目前是只有摆一个，那之后想说如果有再拼的话呢，还要再继续就是订过来，就可以订一整排在墙上。然后这边也是订了一些架子，可以放照片啊，一些小物，还有比较轻的书可以放在这个上面。还有，这是我们最近发现可磁铁可以这样摆，我们就是在 IKEA 买了一个白板，然后画上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图案，然后这样。那我们家的色系主要是以木头色跟白色为主。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木质的东西，像是我们的餐桌、椅子，还有书桌，还有沙发等等。那由于我们这边是航道，所以它的屋高其实没那么高。建商当初呢，它就是设计是管线外露的。那当初就是管线它有不同的颜色去分辨说哪一个是水管啊，哪一个是什么瓦斯管之类的，是有红、橘色、绿色等等不同的颜色。那我们就是自己拿喷漆把它漆成白色，对，虽然漆的是有点不好了，但是至少看起来就是空间的色系会比较一致一点。那厨房的部分，这个是建商附的，那也刚好就是木头色，那我们冰箱的选择就选了白色的，这样色系上看起来会比较一致一点。主卧的空间，那为了更有效的利用主卧的空间呢，我们把这个主卧室分为三个区域。第一个是储藏区，摆了铁架可以放置一些杂物，睡眠区，以及因为我是在家工作，就是我的办公区。
主卧有一个自己的卫浴，那要走进去主卫浴的右边呢，就放置了衣柜。那这个也是一个开放式的衣柜，外面再用个帘子遮着。主卧的卫浴呢，它是干湿分离的，有浴缸，外面的浴室是没有浴缸的。那免治马桶，还有上面这个冷暖抽风机都是建商附赠的。儿童房的空间就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就放置了两个单人床，就差不多满了。另外一间卫浴呢，就只有淋浴的空间，但是它淋浴的空间是比主卧的淋浴的空间大的。第三间房间里面有点恐怖，就不打开跟大家介绍了。从厨房出来呢，这边是洗衣机晾衣服的地方。因为我们在室内空间不太够，所以我们厨房空间不够，所以我们洗碗机是摆在外面。那上面就是有架子可以晾衣服，那我们也自己买了一个活动式的架子。那因为我们外面有一个很大的露台，所以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活动式的晒衣架拿到外面去晒太阳。这边是阳台的空间，露台，非常大的露台，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这边烤肉。那夏天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在这边玩游泳池。哦，冷气的室外机就放在这边。然后这边放了我最爱的 IKEA 的椅子，放在这儿。